九点哦，那也就意味着竞选盟四点离集会已经度过了七个小时，还有27个小时的抗争时间。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入夜了，还是有很多人留守到现场。那当然我们估计明天早上呢会有更多的人回到来这里的。当然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明天的一些节目，从明天早上10点开始，竞选盟2.0前主席阿美佳以及主席玛利亚陈都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致辞。当然媒体一般估计哦，明年的高潮将会在明天的晚上，尤其是明天靠近午夜12点的时候，倒数国庆日庆典啊，那个才是会是估计是高潮了。那当然有任何的消息我们都会为您一一的跟进，请留守嘉里资讯网。